希望疫情期間大家都可以保持適當的運動量啦，所以這條片呢就為大家示範一個下肢的訓練和一個 core 的訓練的。咁由下肢的訓練呢就是我去做示範的，咁又開始啦。呢個動作會做一分鐘。而家肥仔手上面攞住嗰個咧，係一個四公斤嘅藥球啦。如果大家屋企咧冇藥球咧，可以用其他嘅寵物，即係包括你嘅書包啊，自己適當嘅補充，嚟達到更加好嘅訓練效果嘅。個寵物除了可以攞在正中間心口位置咧，可以在訓練的後段放在身體的兩邊，可以練埋個身體的穩定性，除了練下肢的肌力。係啦，而家見到肥仔又再示範，而家最後呢幾下大家可以跟住做。啊，半樽起身的時候咧，可以最後去再嘅高腳練埋小腿嘅力量。夠鐘，一分鐘啦。而家可以休息20秒，準備下一個動作。開始。在做緊嘅係用右腳做緊前後嘅弓步，我哋練呢啲肌肉力量嘅動作，盡量做嘅時候唔需要太快，控制住身體嘅穩定。好似少咗30秒。30秒。有10�秒，我哋轉邊啊！我前邊跨步落去嘅時候，叫停一停。去到中間嘅時候，入抬腿，穩定住你嘅身體。佢後面都一樣。30秒之後轉腳，大家可以跟住轉腳噶啦。看到肥仔哥哥
嘅時候，最好亦都係可以保持穩定嘅陣。你換一次你嘅工具之後，大概停留2-3秒。咁如果大家冇呢啲咁樣嘅健身搭板咧，其實喺平地都可以做。如果喺平地做，最好就用單腳去增加嗰個運動嘅強度，即係一隻腳一隻腳咁樣夾。但係可能就會容易失平衡啲嘅，可以靠住牆，即係練嘅時候咧就扶住個牆。我哋咧就大約做1分鐘嘅，1分鐘 ，OK。好，我邊講邊做啊？做一陣注意，個屁屁就唔好夾得太高，都唔好攣咗落去，盡量水平，水平，咁就維持1分鐘嘅。就盡量夾得幾高得幾高，我咁想加啲難度嘅話咧，我想喐埋隻手嘅。
跟住就到第二邊嘅一分鐘啦。咁呢個就唔使扣啦，就到第二邊。一樣，條腰唔好跌咗落去，盡量頂得最高得最高。那個側腹就會收到很緊的了。如果想加點難度就去動一下，就好像做個抱腰的動作一樣，轉下來那陣要 hold 住，再上回去不要扭得太過啊。好，跟住啱先做个曲手啊，跟住咧，依家就做直手嘅平板支撑。嗱，嗱呢要讲一讲啊，直手平板支撑咧，因为撑高咗个人啊，都系撑高咗个人嗰阵咧，就唔系呢个平啦，系成个人平，由背脊去只脚，真唔系咁样，系咁样一条斜线咁落嘅。一樣膊頭同你手推直佢，貼住保持住一條斜線，個 hip 要收緊，大髀收緊 ，core 收緊，跟住咁 core 唔係就係做腹嘅，做下個 lower back 即係後背都得。嚟瞓啦，做個超人嘅動作，瞓得維持一分鐘嘅啫。咁盡量個後背谷得幾高就得幾高啊。係啦，跟住咁樣靜止喺度，手同只腳伸到最直啊！如果想加啲難度咧，隻手係可以喐下嘅。如果少少重量咧，就係咁樣喐下。前後喐，隻腳都可以喐嘅，但係 keep 住谷實啊！OK， 或者咁樣左右喐都得嘅。有橡筋咧，就係咁樣拉啦。哦，係啊，咁大嘅就係咁啦。跟住連埋啱先肥仔哥哥嘅動作，就係做腳嘅。咁啊，大約將呢幾個動作就。每個動作一分鐘啦，跟住中間休息20秒就做第二個動作，係啦。跟住做完只腳咧，就做個腹，啊唔係做 core， 跟住最好咧就做2至3組啦，係啦。同埋大仔女咧就注意一下，做呢啲動作嗰陣注意多啲個協調啊，同埋真係要用到嗰啲肌肉，唔好為做而做。咁就
呢只基础嘅肌肉训练同耐力训练，咁就最好就每日都维持咁做啦。另外加粗嗰啲重物步啊，你就自己努力啦。系咁。